亮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编号三的选手朱泽亮，目前就读于义安理工学院华文传媒系，是三年级的学生。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声音，谢谢。是，来，要不要请拜广告？拜广告，来来来，广告，宣传一下广告。OK。就是大家都会认为说来到 Dean City 只能买电器，当然不是了，在我们 Dean City 丰城 Megastore 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Happy Cafe， 就在于我们一楼的 Happy Cafe， 那边卖着各种各样的美食，有各种各样的惊喜等着您来尝试。在 Happy Cafe 可以尝试到各种各样的特等咖啡，从甜的到咸的，应有尽有，保证您会心满意足的回家。那么说到它的菜，菜单上有非常多一定会令您心仪的美食，比如说我刚才就看到了有这个西式的烤羊排，还有各种甜点，所以从你的开胃菜到主食到甜点，它全部都有，保证您会开心的回家。那么它当然也有一些我们人人都喜欢吃的快餐，尤其是跟小朋友来的家长们，当然可以去享用他们的快餐，比如炸鸡翅啊，或者是它的 cheese fries， 就是芝士薯条，都是非常令人垂涎三尺的。那么希望大家会尽快到这个 cafe 尝试一下他们的美食，就是 Happy Cafe 在丰城 Dean City Megastore， 谢谢。哇。